三四系七。好啦，一跳出嚟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咧，埋邊淺藍衫就象合，中間黃衫鐵三角，外邊刀拍名區，最出啊盛世名區，內欄第五位就加菲凡，出邊紅帽第六位夏日傾情啊，後邊嗰陣啦，後邊嗰幾匹馬啦，有威威鬥士、粉紅眼罩尾五嘅，再後邊嗰四隻啦，勁進翩翩啦，黃衫啊魅力一心啦，再後邊嗰兩匹馬走出邊啊耀寶區，依家都三搭啦，包咗落尾內欄粉紅衫係勁叻仔嚟噶，好啦，過埋呢個六百米段。断珠啦，铁三角就唔理你哋啦，我就自己走啦。盛世名区啊，跟住个第二位内栏加菲凡啊，第三刀拍名区，第四内栏第五一绝啊，拼出去外边啦。有呢只咧就粉红眼罩个威威斗士啦，仲喺马林等，咁啊有象合走入去，拼出去外边追有耀宝区嗰啲马。好啦，最后三百米，铁三角占先嘅，加菲凡咧跳下咁都过佢啊。后边马有刀拍名区，大外档系威威斗士啊，出边追啲仲系耀宝区，最后一百米到啦，非凡抛嚟一个身位，今次咧仲唔赢翻场，跑第二名系铁三角啊，第三名耀宝区，第四名系呢只刀拍名区啊，临尾有啲力弱啊，结果呢件彩衣加非凡都赢翻次啦，少少掟喺后边噶，铁三角啊放头跑第二，耀宝区啊冲上嚟第三，第四名系刀拍名区。呢件彩衣終於都交代到啦！呢只加菲凡今日有個一檔咁靚嘅位，唔好嘥咗佢。田泰安起馬啦，跑第二名就係呢七號嘅鐵三角啊，跑第三都追好多喎，一號嘅耀寶區跑。